哎，我是，我是爱说唱的迪伦。我之所以会跑来做台湾的说唱节目的 reaction， 是因为我以前歌单里本身就有很多的台湾音乐人，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就是 9M88。当时我是一个美术生，每天晚上在画室练素描练色彩，要画画会画很晚，每天晚上在画室练习画画，戴着耳机放着你喜欢的音乐，这种乐趣我想只有画画人能够感受得到。而当时呢，我的歌单里面就有 9M88 的歌，特别是晚上在画室的画画的时候听，虽然那个时候我只是个新手，但听了 9M88 的歌，我就感觉我当时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 9M88 的歌真的太艺术了。我想屏幕前的你如果是学生时代的话，他肯定能够体会到找到一个这种灵魂歌手是多么开心的事情。他居然来到了大嘻哈舞台和 rapper 合作了，是什么感觉呢？点赞加订阅，开启 reaction。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这种慵懒感，这种爵士。我你骗我，其实你在意，弄不了冰山下没中的台币。我觉得有话就该说清楚，这代际哪有人知道你痛？我通常叫人 try me， 你忍一下，不要我想有话就说，我不想理会批评跟那些臭。吴亦凡，你叫我不要一直冒充吴亦探长，那我还是见好就收。拼出了再低，卸下了外皮，我也会给你35秒，恭喜你麦迪。尝试改变或者失败，我说 Oh God， 这还需要我告诉你 ？These people so dumb， 随你的声音没办法，他们抢着买，那不叫告诉你好康，他们想着拐。你有够乐观，我只能回他过奖。你爱听不听，反正我也没得过奖。哦，这个表演太生动了，快要吐了，把晕车要给我。他这一段设计有问题，表演歌词出巧合了会让人误导。 Toyota Corolla Cross 还广告，没什么印象，你看一看这，我劝你尽量收拾行李快撤，越来越不像 Should I talk to her？换了保护色 ，Should I talk to her？ 慵懒灵魂。How do you feel？ 是否还在难受？有没有看到那束光从空中散落，带你穿过残破的那些过往？现在你不必躲藏，不必说谎，不用多想。这你可以吞下所有伪装，慢慢的回想自己成了什么模样，一路来辛苦了，我想你已经累了吧、yeah、黑眼圈中你很久没有好好睡了吧、yeah、看你为了把自己走也为了把你劝都自己背着，但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了。看这歌凉的 rap 部分有点笨，飞过了山野，飞过了海，飞过了全世界，在这等你回来。我知道你会变得这种歌曲答应我好好爱自己，千万别忘了。9M88的歌感觉特别下酒的样子。OK， 你听完这首歌感觉怎么样呢？我感觉这哥俩是在极力的想要配合好这首歌，但听起来这首歌的问题就是在于太刻意了。因为像 9M88 他的歌是属于那种特随意，而且这种爵士元素就是一种特别天然特别自然的这种感觉。他们哥俩和 9M88 一合作下来，就感觉他们的设计好刻意。造成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根源还是把 flow 打磨得太工整了一点，反而在 9M 这种特别慵懒特别灵魂的衬托下显得感觉特别的笨。 9M88 真的把爵士乐这种慵懒灵魂释放得太好了，想要和这首歌合进去是真的要动点脑筋的，甚至会连自己的特色都表现不出来。Let's go。当你需要一点关心 ，Let me do it for you。反走这个业务能力可以、啊。告诉你的老板有我在，你不必受苦。这一路侵犯你的怪兽，我会足以收服。You can't stop here, don't now stop. You pop it on and I clear it. I pull out my back and forth, my pistol got a bind. 像是陪葬，你是公主，全场都盯着你看。我们之间的默契，带起桥梁，自带新的彼岸。She made me so foolish that 我对她着迷。哦 ，Rex 感觉进步。
还有点辛苦哎。哦，可以啊。Yeah， 可以可以。哎，这个女生这个痛很好，听着很潮流。这个味儿太正了，这女生。Yeah， 这首歌情绪爆发点还是这个女生做出来的。这个舞台 Karen CC 太加分了，因为 Quenzo 和 Rex 他们的音乐就是要有这种方向的音乐来加持，才能释放出他们的擅长点来。这个舞台也是这个星期更新的这一集我看下来让我最提神的一个舞台。虽然说 Quenzo 业务能力非常好，但是他的唱法有点油了一点，特别是和 Rex 同台之后，你就发现缺了一点点个性点的，也可以说个性点不强。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大嘻哈请这些歌手来好像有点不公平，因为抽到好的作品，自己擅长的音乐领域的话，这首歌就会很好发挥很好做。但是如果抽到一个歌手本身就个性特别强烈的，其实真的难度很大的。而且这个帮唱环节只要是歌手单人作品环节，邀请上一季的选手来 feat 嘛，毕竟都是从大嘻哈这个舞台出去的 rapper， 而且观众看着也比较开心，还可以重新加热一下之前参加过比赛的这些 rapper 的热度，难道这不香吗？谢刚刚导演可能请来的价格还没有这么贵。 OK， 本星期更新的这一集就全部 reaction 结束了。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晚上八点我会在 YouTube 直播，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说唱 freestyle， 推荐你喜欢的歌曲，我们现场一起 reaction。 我是爱说唱的D伦，记得给我订阅加点赞，我们晚上直播间见。